够送给大家，共同来欣赏。小七啊，哎，你要搞我三个心惊哦！你们要给我们先打个 pass 一下哦！真的是，我真的被你吓到了，每次都被他吓到。哎，我们台上多了这个小朋友，有人认识他吗？有人知道他吗？啊，没有，这个人都不熟啦嘿。来这边有人认识他吗？有人，你红人榜靠贵你嘛？哇，有啊，大家都知道。他跟我们佑荣是什么关系吗？有人知道吗？哎，这种我怎么这种粉丝？这边有没有人知道？有人知吗？那边有没有人知道他跟我们佑荣是什么关系？来，佩奇，你要叫佑荣叫什么？一波，有人都以为他是我女儿，真的。哎，你出去以后不要叫我妈妈啦，这红包很请的呢。我每次带他下去握手，他说：“妈妈，这红包给你。”要叫姐姐。对，以后知道吗？到台下直接叫我姐姐就好了哈。他打开灯光，哎，你有那这么好生啊你啦，谁借走眼啊，马上就带出来练财了。哎，我讲一下啊，我真的不是他妈妈哈，是吗？是吗？不是。
好诚实，我不干妈。对了，你看看，你干妈哎。等一下呢，再邀请我们贝琴再来唱，好不好？好，先休息一下，谢谢。来，继续呢，让我们又能再安排好听的歌声。好，接下来这首歌也算是我。